捷特区超高大楼，一居宅南来北往机能强。随着台中捷运绿线即将正式通车，站上好事多台中二店也在赶工新建中，为北屯带来大量人口红利，各建商更在此积极抢地推案，房市热度相当高。上柜建商富宇地产也首次抢进北屯机捷特区，推出超高结构大楼新案富宇风景，吸引购物族目光。面积 1215.3 平的基地，位在敦富路与敦富十二街口，距离捷运居林总站和年底将完工的 Costco 二店约3至4分钟车程，距离台74线国道也相当近，交通四通八达，未来日常生活可说相当便利。建物本身更是区域内罕见的耐震超高结构个案，规划两栋地上19层、地下4层楼之建物，每户都享有20米以上的超大栋距，每层规划7户共享双梯，打造22至35平的2至3房，开价每平29至32万元。内部建材也相当讲究，全案配备区内唯一防霾纱窗以及全栋净水系统 BWT， 厨房标配全套樱花厨具，还配有落地式烘碗机。厕所的一个部分的话，不管是主卧或次卧的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搭配适合宜的一个 Panasonic 暖风机以及免治功能的一个马桶。这样规划上都以自住者角度思考，打造真正宜居、住起来舒适的优质产品。